是我的静脉，藏在血液里的色彩。哦，再多意外，除了你之外，再没别的存在。你的笑是命运最好的安排，从此以后心有了期待。我答应给你全部的未来，要你在余生里住在。万万牵挂的喜欢，掉落的星海，万万照亮眼神里的勇敢，万万彼此的一半，找到甜蜜的简单，万万变成了慢慢，因为你管他前妻干嘛呀？你不也有一前夫刘一鸣吗？这有什么？我跟他没领证，你可别瞎说。哎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宝贝儿，你别话说一半儿，你要想说你就说清楚点。其实之前我一直摇摆不定，我还拿我的事不准去衡量。确实不太合适，我就说了你那时不准不靠谱吧，爱情里面哪有什么原则，爱就是爱了。后来相处之后，我觉得他确实挺好的，虽然有四条不符合，但起码能有60分吧。有那么几个瞬间，我想着那些原则也有些动摇了。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想给他一个机会。可是老天这个监考官，他比我还严格。他优秀的让我觉得，他可以找一个更好的。毕竟两个世界的人，终究不配。等会儿，你不会是因为我把他的身份告诉你，所以现在打退堂鼓吧？我没怪你，你也怪不着我呀。虽然他的前妻来找过我，但是真正让我清醒的是昨天那一幕。一个温馨的家庭，我不想闯进去，打破他们的平静。唉，人家一家三口挺好的。我不想去当那个破坏者。大姐，他都已经离婚了，你怎么这么事儿呢？你爱的是现在的这个男人，不是他身上所背负的经历。而且，爱情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的，喜欢的男人绝对不能让。你要真觉得这么不合适，那赶紧散了算了，不要在这跟我磨磨唧唧的，又什么监考官，又什么破坏者，烦都给你烦死。你说你一大学老师怎么一天天人话不会说呢？这件事你别跟大表姐和夏言说啊，我不想让他们操心。唉，早就不跟你说。所以在我们瑰丽星球，广告的投放将会更加贴近用户的需求，用户的满意度提高之后，各位的利益才会有所提升。来，我再提一杯，来。继续喝。徐总，您肯亲自出山，我觉得这个项目错不了，我投了。对了，我听说徐总把这市面上最火的几个健身软件都给吞了，还加上这个什么什么闺蜜。这女性市场的大蛋糕啊，至少被吞下一半。徐总，投你我放心。其实这个项目主要不是我来负责，而是由我们夏小姐负责。但是我非常看好这个 APP 的前景，也会成为未来几年内我们公司的主推项目之一。相信其中的利益
不会让各位老总失望的。原来是位大美女啊，怪不得。我们几个跟徐总可是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，能把徐总请出来站台，不一般。对啊，我听说徐总都立下了军令状。军令状？徐总，您这是为了江山呐，还是美人呐？徐总能带领我们 SG 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能力、魄力，还有识人的眼力。当然了，也离不开各位老板的支持，请各位相信，徐总绝对会以各位还有公司的利益为先，绝对不会徇私。我在这里代表徐总敬大家一杯。徐总，这眼光真好，你这部下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聪慧能干，我看这是 SG 的未来之星啊。我也敬各位老总，祝各位老总财源滚滚，生意兴隆，日进斗金。呵，这么传统的祝酒词儿，我可是有些年头没听过了。老话说得好呀，酒是陈的香，词儿是老的好。好，那感情我们喝了这杯酒，就能跟着徐总一起哗啦哗啦数钱了。对呀，大家一起数钱，哗啦哗啦那种。那咱们一起举个杯吧，我敬大家。好，来，徐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么说的话，你喝一杯可不够，至少啊要喝三杯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我打个圈，每个人三杯，怎么样？行，咱一杯都不能少。行。那杨总，我先从你开始。好。来，杨总。我给您倒满啊。好，先忙。你等会儿啊，咱俩一会儿喝，咱俩一会儿单喝，你别着急啊。何总，干。我给您满上，满上。好。哎，艾米小姐，这我们也不能老让你陪我们喝吧。我们夏小姐是不是也陪我们喝几杯啊？是这样的，夏小姐虽然业务好，但是不胜酒力。这样，我陪您喝。徐总，那这要是您的话，那可就不止三杯了。你说了算。好，来来。费先生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周六了？今天周五。我来是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帮忙找你的事儿有点唐突，主要是怪我，我不应该告诉他我喜欢你。他很关心你。我们虽然离婚了，但还是朋友，准确的说是亲人。我知道，其实我那天看到你们一家三口。真的不是一家三口，我们。是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是亲人，这是没法割舍的。对不起啊，我。没什么对不起的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可能我的情况对你来说太复杂了，所以你拒绝我，在情理之中。
我只希望这段时间没有给你造成太多的困扰，没让你太为难。没有为难我，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，认识你很高兴。开心就好。那我们还是朋友。哎，记得我上次跟你说那个博物馆吗？当然记得。变迁博物馆，主题是变迁中不变的东西。自从确立了主题之后，我就一直想出国去拍一些素材，但是因为我想，我现在决定了，下个月就去。所以你可以随时来这儿，随时来，不用担心会碰到我。祝你一切顺利。会的。你到时候全都弄好之后，一定要来看。好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我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小磊，这个送给你。我不能收。又是无功不收了吗？这个作品我在网上看过了，获过奖的，太珍贵了，我不能收。那你一定把这个留下。小。留个纪念。喂，学长。下一个。
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安安全全的把男神送回家呀。徐总为了闺蜜星球付出了太多了，太累了，喝了太多了。我不多说了。小袁，啊，闺蜜星球的初期开发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，接下来大部分都是测试部门的工作。接下来，闺蜜星球的前期预热和用户引流，你没问题吧？啊，没问题。NK 是现在国内最大的年轻女性生活分享社区，和闺蜜星球的重叠性很大。如果能和他们谈成这个用户引流的话，对闺蜜星球来说是极大的助力。我明白了。快进来，进来，别站在那儿，进来坐呀，坐哪都可以，这边这边都可以。我要不要脱鞋啊？不用，完全不用。其他人来必须得脱鞋，你来就不用了。哎呀，说的好像我这经常有人来似的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不用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，你。我带你参观。嗯，这个就是我家的客厅。哎，谁放这儿的？怎么放这儿？我带你看卧室。来，这是卧室，就是我平时睡觉的地方。这就是朕的寝宫。哎，你别晃，你站好了。你看，我收拾的还可以吧？这都是我自己收拾的。现在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客卧。走，这边。哎呦，忘了收拾了，先不看了，先不看了。行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有什么不方便呀？我这没有女人，我开门给你看。先脱下来啊。我骗你的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来看。什么都没有，你再看，是不是没有？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喝完酒了是不是特别口渴呀？学长，我没喝酒，是你喝酒了。我就喝了一点儿。学长，你今天喝太多了，你要不要早点休息啊？没有，我怎么会喝多啊？我还能跳舞呢，你看，拉丁舞怎么样？我们一起跳吧。我还会跳迈克尔·杰克逊的舞。来，比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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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学长，我不会跳舞。怕什么呀？我教你啊。我跟你说，这跳舞特别陶冶人的情操，我教的也不大好，我给你报个班吧。不用了。那先不说报名的事儿了，我给你倒水去。哎，学长，我口不渴，你要不要还是早点休息吧？哎呀，不用，我不累，我给你倒水。哎，学长，你要不要守着点沙发呀？啊？你要不守着他，沙发就跑了。跑了？
真的。哦，啊，你提醒的是，提醒的是。那过来，我去守着沙发，你去倒水喝，我们俩分工合作啊。那个水呢，就在厨房那啊，你看见的，顺便你也可以参观一下厨房。好，那我去了。好，去了。哎呀，守着你。他们都喝不多。对，他们都喝不多。他们，你最能喝。哎，我的天哪！没事，小心吧，这是我家，熟着呢。小心，站好，扶好。我先走了啊。你不能离开 S 级 ，S 级是你最好的平台。你不能为了任何人放弃自己，任何人都不行，知道吗？我不会离开 S 级的。除非你有更好的机会。那时候就算你不走，我也会跟你走。当初就是我鼓励林薇去的美国，虽然后来的，但是我不后悔。那是他的机会，他应该自己把握住。你鼓励林薇去美国，我鼓励林浩去北京，结果我们都错了。我们只是失败了，但是我们没有错。你许成毅也会承认自己有失败的时候。走吧，我带你看看东西。你小心啊！小心，站好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失败的项目。既然都失败了，你为什么还放在桌子上啊？我就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不要忘了每一次失败。这些项目都是你做过的？嗯。这个训言是……那个是我2011年的时候做的，结果你都知道了。在市面上好像没有见到过呀。同时期类似的软件有很多，尤其是国外，成熟的软件较多。公司认为没有开发的必要，不过说真的，我还挺喜欢这个项目的。我还以为你一直以来都是一帆风顺的呢。你知道吗？成功比别人多的人，失败也自然比别人多。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，才会一帆风顺。
扶你去沙发上休息吧。喂，我这儿真的没来过别的女人，真的没有来过。没发现，节目还挺长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都几点了？不是让你别等了吗？先去休息吧。你这么晚都没回来，我休息得了吗？我放心吗？我就是去谈合作，能有什么危险的？你看你，都困成小猪了，还硬熬着。你喝酒了？我没喝多少，都是他们喝的。辛苦了。那你快点睡吧啊，我上去了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。怎么了？你说啊，有个人他捡了别人的东西，没有还回去，就偷偷的放在自己家里，而且一放就是好多年，这人什么心态呀？贵不贵啊？如果贵的话，他肯定是想自藏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个不值钱的小东西。不值钱？
那不值钱，说明这个东西对他有纪念意义。纪念意义？其实一个物品的价值不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的，一个一文不值的东西，可能对别人来说确实无价之宝。比如沈君儒老先生，他生前就喜欢收藏石头，但是对别人来说，这石头就是石头嘛。在他眼里啊，每一块石头都是特殊的纪念品。哎，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谁捡了什么呀？嗨，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好了，你赶紧回去睡觉吧。不是，我都聊星星了。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去睡吧。啊，睡觉去吧。晚安，拜拜。话总说一半。我睡了啊。嗯。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嗯。晚安。拜拜，晚安。这能有什么纪念意义？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有纪念意义。我们夏小姐是不是陪我们喝几杯？夏小姐虽然业务好，但是不胜酒力。这样，我陪您喝。
请问你是严总吗？我是 SG 运营部的夏言，闺蜜星球的项目负责人。严总，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有时间对 SG 新开发的项目谈一谈呢？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严总现在正在忙，请您下回再来。严总，我们这次真的是很有诚意的跟您合作，您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项目表。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严总现在正在打球，有什么事请您跟我讲。来，我们这边请。请。请这边请。请。今天你去 NK 了？我就是要来汇报这件事的。你说 NK 拥有全国最大的女性生活分享社区，跟闺蜜星球的用户定位很有可能重叠，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跟他们谈成用户引流的合作协议，我觉得对闺蜜星球的前期推广来说是极大的助力。但是我也说了，这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。你既然都说了，不就是想让我试试吗？那试了结果呢？你见到严成军了吗？见到了。见到了？嗯。NK 从来都不接受 SG 的预约，你是怎么见到的？我以前在星辰工作的时候研究过 NK， 爱瑜伽当时如果能跟 NK 合作的话，应该也不会被收购。但是老孙他不赞成我的意见，觉得还是卖掉比较保险。不过我的功课也没有白做，起码让我知道了严长军每周都会去 NK 大厦对面的平台上打高尔夫。那见面之后呢？他拒绝跟我谈合作，准确的说他是拒绝跟 SG 谈合作。他这个人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你很了解他？你查了这么多资料，你应该知道我和他曾经是校友吧？我知道，你们俩先后毕业于新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系，但是他比你大一届，照理说应该认识，但是同样是在新州的 IT 界却从来没有合作过，外界有很多猜测，但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。你来就是问我这个的？我无意打探你的隐私，只不过要是跟工作相关的，我们俩就是互相看不顺眼。反正这事儿呢，你不用管了 ，NK 我来搞定。怎么，不想放弃？才碰了一次壁，达不到要放弃的地步。那行，那你就再试试吧。遇到任何问题，可以随时找我。嗯。昨天你喝了那么多酒，头疼不疼啊？没事了，喝了某人熬的汤，舒服多了。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，在星辰的电梯口遇见之前，我们见过吗？昨天在你家里，我不小心发现了一件我几年前丢掉的东西。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在办公的地方聊私事，尤其是这么重要的私事。我们换个地方说吧。三年前在新州机场，我们确实有过一面之缘，但那个时候你应该没有注意到我。机场？因为那个时候你正在忙着哭。啊？连轴转了一个多月，好不容易串了三天年假，都约好跟你去江山看枫叶了，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呀？是不是低血糖了？你等一下。你把这个吃了，应该会好一点。要不这些都给你吧，如果你还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就多吃几个。是你啊，你那天低血糖。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准备秀我的上线，所以我就加了几天班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去机场接人的。你那天真的吓死我了。
以那天在星辰的电梯间，你是认出我了，才一直盯着我的。所以我的手链是三年前在机场掉的。各位旅客，有耶！我能起飞了，现在我先走了，请您抓紧时间上飞机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手链确实是我捡的。原来是这样。NK 那儿，你要不然……你不用担心了，我会搞定的。严总，刚刚有人送来一束花给您，里面还有一封这个。浪迹。